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无限模式啊，这个就是基本上无 CD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是一位美女啊，小丢投稿的啊。我们看一下，她用的是这个生病啊，为什么不用武则天呢？武则天其实在这个模式下更好玩，对吧？就是无限换技能，无限开大招，戳戳戳戳戳，对吧？我们可以看到，刚才武则天就拿了几个大杀。我们再看这边啊，这边对方杨玉环过来了，杨玉环无敌啊，无敌无敌的杨玉环把生病吓得只能往家里跑。那个狄仁杰吓得直接连续丢闪现往泉水跑，在泉水都很危险，根本打不到杨玉环。杨玉环无限 CD，再看这武则天也是无限啊，就是不停的开大招，刷刷刷刷刷刷刷，但是武则天的大招打不了杨玉环啊，那个对方的那个谁后羿啊，直接被武则天收割啊。我们看一看啊，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模式呢？这就是无限模式啊。至于是如何玩的啊？这个还不清楚，这个网友是说啊，这个小丢是说是加了一个什么群，然后呢通过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就可以玩了啊。不过玩这个估计要用小号，不然的话可能会出现被封的状态，对吧？毕竟这个东西还没有正式出来啊。如果是有正式这种娱乐的模式的话，估计会很吸引很多玩家来玩的啊。好了，那么本期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有趣的视频，也欢迎大家投稿。那我们下次再见了，再说一次。